十字拍脚，扣脚摆掌，独立斜拍。扣脚时以脚跟为轴自然转动，斜拍与起脚相合，搂膝左腮垂，上步提按，弓步前推，上步提按，弓步栽锤，上步提按时保持身体平稳，呈胯立身，推按时尽其于脚，传于掌根。进步栽锤时力达全面，左海底针，后座调掌，丁步擦掌，后座调掌时头上领，掌上提，右闪通背，右闪通背的要求同前左闪通背一样。拥手，拥手的要求同前边拥手相同，请看示范。左高探马，左高探马的要求同右高探马相同。回身指当锤，转身提按，弓步打锤，扣脚转身时头上领与转腰协调一致，弓步冲锤时前腿胯关节内收，左下势，转身平捋，扑步穿掌，转身下捋时松右胯，转腰带手，扑步下捋时开胯圆裆，立身中正，上步七仙，弓步前穿，虚步架掌，弓步前穿时后脚蹬地，上步架掌时两腕合于胸前，退步跨虎，侧步双按，提膝推掌，独立时
要求支撑腿屈膝松胯，推掌时肘与膝斜相对，左迎面掌，落脚按掌，弓步抱推。若不按掌时，手与脚相合，转身北连，扣脚合手，虚步北掌，掰腿拍脚。扣脚转身时，要求自然松活，身体平稳，弯弓射虎，弓步下捋，拧腰提拳，弓步双贯，弯弓射虎时要求充分利用腰胯的拧劲，力达全面。退步斑斓锤，后坐魔掌，退步下捋，后坐拦掌，弓步打锤。后退时要求大腿带动小腿依次后退侧步，拦掌要求弧形前拦，收势，扣脚展背，按掌起身，并步静立。请看第四段完整示范。